好，我哋講講呢份功課啦嚇。咁咧一班裡面咧就有21個男仔同埋11個女仔。咁咧通常呢啲咧你要揾咗總數先，即係32人。OK。咁而家咧就話啦，喺裡面咧就要揀5個人出嚟咧，就形成一個嘅 committee。咁咧就要起碼有一個男仔嘅。就問有幾多種嘅揀法咧？咁樣樣。嗱呢個咧你要留意啦，就係佢揀完嗰啲人出嚟。那些人就沒有特定的位置的嘛，所以你純粹選一些人出來而已，因此你就知道是用 combination、okay? 就不需要做個排列的。然後你就去想，我要抽起碼一個男仔是怎樣做法呢？你可以這樣想，將它分做 case 先。你要抽5個人出來的話，如果按男女人數去分，你可以是有5個男仔沒有女仔，或者四個男仔，一個女仔，或者3個男，2個女，或者2個男，3個女，或者一個男，4個女，最尾冇男仔，全部女仔。OK， 而你要嘅就係起碼一個男仔啊嘛，即係話5個男仔，4個男仔，3個，2個，1個，呢5個 case 你都要。當然你可以話我將呢5個情況嘅組合全部加起曬佢啦，但有另一個方法嘅，就係諗下啦，我只要將全部嘅咁多個嘅組合數目減走冇男仔嘅組合數目，咁就可以噶啦。所以你就可以答 number of way， 就係將冇任何限制之下嘅揀法，即係32個人裡面，我揀5個出嚟，呢個總。排列方法減翻全部都是女仔，即係我要在11個嘅女仔裡面揀5個出嚟，而同時間就要在21個男仔裡面一個都不揀。OK， 咁所以啦，個撳法就係咁啊，32 shift 除啦 ，OK， 5減11 C 5乘21 C 0。當然啦，任何心水清都知21 C 0其實即係一 ，OK？ 因為你要一個男仔都唔揀，其實得一種做法啫嘛，就全部都唔揀。所以啦，臨尾撳咗出嚟200914 ，OK？ 好啦，下一條就係 Mrs. Lee 同埋陳先生咧，咁就 Teacher Advisor 同埋有6個嘅成員啦，咁就係去參加一個嘅頒獎禮啦。有幾多個坐法呢？如果沒有任何限制，有幾多個坐法呢？咁當然係連埋呢兩位老師同埋6個嘅運動員啦。所以咧，總共就係8嘅 Victoria， 或者你嘅同學咧就寫8P8都得。咁呢度咧，跟住咧題目我就唔會重複噶啦。OK， 你一用8P8，一用8 Victoria 啦。咁啊，撳機出到40320啦。B。咁兩個老師一定要坐埋一齊，你可以點樣去理解呢？就係、是、我就將 Miss Lee 同埋 Mr. Chan 咧，當係同一個物件坐埋一齊。咁再剩翻有6個嘅運動員，所以啦，總共咧就有7件物件做個排列先。然後 Mrs. Lee 同埋 Mr. Chan 都會調位噶嘛，就再剩翻2嘅 Victoria。不是乘2啊，乘2的 Victoria 最準確應該是，所以啦就是7的 Victoria 乘2的 Victoria 就出到10080，這樣就叫做盡了。好，跟著第3條，那呢這個的 map 呢就顯示到呢、這個4個城市 WHYZ 那個的交通分佈啦。陳先生就想由 W 去到 Z，就問啦，佢要經過 Y 嘅話，有幾多種行法？咁啊，首先由 W 去 Y 咧，有3條路線先啦。跟住由 Y 去 Z 咧，有2條路線，所以啦，就乘埋佢啦，3226。OK。B 啦，如果冇任何限制嘅話，即係佢可以經埋 X 咁去行啦，所以就5條路線，再加本身經由 Y 再去 Z 6條路線，就11條路線啦。OK， 咁呢條相對比較顯淺啦。好啦，第4條 ，A Q 即係個。一條隊啊 ，OK， 一條長隊一行嘅啫，就係、是、由6男5女形成。
而家啦，冇男仔坐喺隔離，有幾多種排法？通常我冇男仔坐埋一齊嘅話咧，即係話啦，就先排女仔。先排女仔係點咧？當有五個咯喎，呢度一、二、三、四、五，一排咗呢五個先，咁有五嘅 factorial 嘅排法啦。而佢哋附近咧就有空位剩啊嘛 ，OK。有六個空位就俾六個男仔坐落去，咁就乘翻六嘅 factorial，OK，、okay? 所以咧就係五嘅 factorial 乘六嘅 factorial 啦，咁咧就你就會計到係八六四零零。好，跟住第五條啦，咁咧有個八位數嘅電話號碼咧，就係、是、由一二三四呢八個數字嘅排列形成嘅。Permutation 嗱，即係好似二三四五六七八九係一個電話號碼啦，二三四五六八九七咁又係另一個電話號碼嚟㗎啦嘛，所以佢哋出現嘅次序係緊要嘅，就會影響到嘅個結果嘅。A 有幾多個唔同嘅八位數字嘅電話形成咧？就係八嘅 factorial， 因為你做排隊啊嘛。OK， 唔同嘅數目字排喺唔同嘅位置係有唔同嘅結果嘅，所以啦，呢度第五條咧。就是八嘅 factorial， 即係四零三二零啦。B 就話啦，而家第一個字同埋最尾嗰個字咧，要係單數，咁就問啦，有幾多個排法？我哋想要睇下幾多個嘅數字先。嗱，三、五、七、九。嗱，呢度咧就有四個嘅係叫做單數啦。OK， 好啦，佢梗係要頭同埋尾。都是單數，咁你就咁諗啦。我開頭咧嗰度就已經係諗一諗，有幾多個嘅數字係俾你揀咧？咁樣樣就係有四個單數俾你揀。OK， 咁去到最尾嗰個位置有幾多個單數俾你揀咧？就得翻三個，所以四乘三。中間嗰六個咧就係、是、剩翻嗰啲數字任你排啦，所以就乘翻六嘅 factorial。因此出到八六四零啦 ，OK， 好啦，跟住呢條，咁咧就係有十個嘅人咧就參加咗一個嘅 singing contest， 就問啦，有幾多個方法咧就係、是、排啲獎俾佢哋咧咁樣樣嗱，你當呢度咧有三個獎，第一個格仔咧有十個人俾你揀啦，跟住九個，跟住八個，所以呢度咧就係十 P 三。咪撳一撳計數機啦，十 P 三咧七百二十。咁到 B 啦，如果有兩個人係唔參加呢個比賽 ，withdraw 即係離開，唔參加，咁啊八 P 三，因為走走兩個啦嘛。OK， 咁所以仲少啲，三三六。咁第六條就係咁啦。我到第七條啦。咁就話而家有五個不同嘅 digit 零三六八九，就問啦，有幾多個四位數可以形成呢？冇重複，即係話啦，你唔可以係九九九九九，你都唔可以係三六八八九，唔得 ，OK 全部要唔同嘅。咁你諗咯，四位數第一個咧有四個數字俾你揀，點解咧？零唔擺得開頭，跟住啦，用咗一個之後，第二個位仍然有四個俾你揀，零可以用翻啊嘛。雖然用了一個啫，但係零可以代替翻入去啦嘛，仍然四個，所以跟住四乘四乘三乘二咁去啦。所以啦，第七條這個呢個咧就會係九十六。B 啦，要係雙數，要形成呢個數字係雙數。咁你係咁諗啦，我尾嗰度咧一係就係零，一係六，一係八，係咪？如果個尾數係零嘅話，咁即係呢度咧，就可以係有四個數俾我揀，跟住三個，跟住兩個啦。但係佢如果個尾數唔係零嘅話咧，譬如個尾數係六或者八咁先算啦，譬如六啦。開頭呢度咧就唔係四個噶啦，得翻三個嘅啫，因為零用得啦嘛。之後咧可以用翻個零啦，就三乘三乘二，所以總共咧就係四乘三乘二。加三乘三乘二，
再加三乘三乘二啦。點解咧？呢一個係零字尾，呢一個係六字尾，呢一個係八字尾，所以就可以撳機，就會出到係六十。好啦，呢條兩張紅色卡，三張黑色卡 ，as letter from four distinct red card 同八張 distinct red card。咁咧，將佢哋排成一條隊。而家啦，我要將兩張紅色卡放喺左邊，即係話啦，四張裡面抽兩張出嚟，因為講明 different distinct 啊嘛。然後啦，三張係黑色嘅白零入邊，所以四 P 二乘呢個八 P 三。嗱，點解唔係就咁揀咧？因為講明呢個係唔同，同埋要排落一條打橫嘅隊嗰度。四零三二，咁啊 part B 啦，就話啦，兩張紅色卡同埋三張黑色卡分別喺兩端。嗱，呢度咧已經係做咗兩張紅喺左邊，係咪？咁剩翻嘅就即係四零三二乘翻二咯，因為嗰兩張紅色卡唔係喺黑色卡嘅左邊就右邊噶啦嘛，對稱啊嘛，咁所以乘二就得噶啦，個數目係一樣的。OK， 跟住到第九條，喺一班裡面咧，咁咧有十四男十五女，即係總共咧就廿九人。三個學生要 same gender， 即係話啦，一係咧就全部 boy， 一係咧就全部 girl。有幾多種嘅方法形成一個 team 咧？嗱，佢抽出嚟形成一個 team 啫喎，冇話要排列噶嘛。OK， 佢哋之間話冇話邊個做主席啊、副主席啊，冇呢啲噶嘛。所以啦，你個做法就係咁，就係十四 C 三乘十五 C 零，呢個就係全男班嘅減法。或者全女班的減法，十四 C 零乘十五 C 三，咁樣就得噶啦。咪撳機啦，八百一十九。好啦，第十條，而家啦，三女四男排一行。A part 就話要冇女仔企埋一齊，咁啊排咗男仔先啦。B 一、B 二、B 三、B 四，咁咧有五個空格，所以四嘅 factorial 乘翻呢五個空格裡面，俾三個女仔去排隊。OK， 俾佢揀，所以就係四嘅 factorial 乘五 P 三，一四四零。B 啦，冇男仔企埋一齊，即係話啦，我先排咗女仔先啦。G 一G 二、G 三，頭尾都有位嘅，所以即係就係三嘅 factorial， 然後剩翻啦嗰四個位咧就俾四個男仔揀，三嘅 factorial 乘四嘅 factorial 啦，一四四。跟住第十一條啦，咁咧而家啦有間語言學校咧就開學呢個嘅阿拉伯文、普通話、英文、法文、德文、日文，一二三四五六六種語言。阿當勞想學兩種語言，就問有幾多種嘅減法，咁就好簡單嘅啫。六 C 二就十五，咁啊做完噶啦。OK， 好啦，跟住十二個男、八個女，總共二十人啦。咁就要形成一個嘅英文嘅組合隊。咁咧呢個組合咧有兩男三女。咁就問幾多個組合呢？咁如果冇任何限制之下，又要係揀到佢哋出嚟咧，就係十二 C 二乘八 C 三 ，OK？ 咪篤機啦！個答案咧就三六九六啦。B 某個特定嘅男仔一定要有，可能佢係王牌啦，最勁嗰個啦，有一個內定一定要入圍嘅，即係話剩翻十一個裏面咧，你只能夠揀一個啫，咁樣咯。所以就係十一 C 一乘翻八 C 三，六百一十六啦。C 啦，有一個女仔咧一定唔參加得，可能佢病咗啊咁樣嗰啲啦。所以啦，就變咗係十二個裏面
就揀兩個男仔啦，然後剩翻咧七個女仔裡面就揀翻三個女仔出嚟啦，所以就十二 C 二乘翻七 C 三，所以二三一零咁樣啦。好啦，到第十三條啊，留心啦。咁咧而家咧就有八個中四學生同十個中六學生，揀六個出嚟形成個 committee。A part 有啦，如果冇任何限制之下，點樣揀咧？嗱，呢度咧總共咧有十八人，佢冇任何限制之下，可以全部中四學生或者全部中六學生冇所謂，總之係十八個裡面，我揀六個出嚟得啦。十八 C 六，一八五六四 ，part B 有三個中四學生，嗱，三個中四學生即係剩翻有三個中六學生。所以你就要諗啦，八 C 三乘十 C 三，你唔可以淨係諗中四，你要諗埋中六。有 exactly 三個中四生咧，即係話剩翻有三個中六生。因此啦，八 C 三乘十 C 三，所以六七二零。到 part C 啦，起碼四個中六生，即係話四個中六生又得，五個中六生又得，六個中六生就得。所以就會是十 C 四乘八 C 二加十 C 五乘八 C 一加十 C 六乘八 C 零啦。四個中六，兩個中四，或者五個中六，一個中四，或者六個都中六，冇一個係中四。咁所以你撳到咧個答案就會係八一零六啦。十四條有幾多個兩位數是五的倍數呢？咁樣咁你可以自己數啦。OK， 十開始，跟住到十五啦，到二十啦，廿五啦，一路數數數。咁問題就係話，咁點樣數先會有效率多少少呢？咁樣你就問下自己，由十到九啊九有幾多個嘅雙位數先？咁就有九十個，其實你就係點咧？將九啊九減十再加一，即係九十個 two digit number。OK， 好啦，咁呢度九十個裡面有幾多個係五嘅倍數呢？每一組都有兩個噶嘛，所以九乘二係十八，十八個得唔得？十十五啦，跟住二十廿五啦，跟住三十三十五啦，係咪 ？B 啦，有幾多個係？三的倍數呢，咁樣或者是五的倍數呢，咁樣你要數啦自己。咁你將有幾多個三的倍數呢？你將九十除以三先，跟住加五十除以三 ，sorry， 九十除以五。好啦，咁呢兩個就是三的倍數的數目，同埋五的倍數的數目啦。但你會重複咗噶嘛？點解啊？因為有些嘅數字是能夠俾三整除，又能夠俾五整除噶嘛。OK， 例如十五啦，例如三十啦，係咪？所以你要減翻嗰啲嘅情況咯，就係邊啲啊？九十除十五啦，得唔得？所以九十除三加九十除五減九十除十五，四十二個。到第十五條啦，咁喺個城市裏面咧，咁就係有啲卡嘅註冊嘅方式咧，就係兩個大街，跟住三個數字，冇任何限制之下，咁就係廿六個裏面 P 啦，就唔係 C 咯 ，OK？ 點解咧？譬如我揀大街 A 大街 B， 你擺 A B 同擺 B A 係唔同噶嘛，所以就係考慮個排列嘅方式啦，廿六 P 二乘翻有幾多個 digit 咧？十個 digit， 唔係九個，係十個，零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個 ，OK。咁所以啦，廿六 P 二乘十 P 三，四六八一線嚇，廿六 P 二啊，呢度咧我搞錯咗，佢咧。
就冇講到話嗰啲嘅英文字母同埋數字咧，可唔可以重複使用？原來得嘅，佢冇話唔得啊嘛。咁所以你要再諗過啦。第一個呢、這個擺英文字有廿六個，呢度又可以擺廿六個噶嘛，可以重複用噶嘛。跟住到數字啦，有十個數目字俾你揀，零到九啦。第二格都係噶嘛，如此類推，所以就係廿六乘廿六乘十乘十乘十，即係六七六三個零啦。個 B 啦，就話啦，要有最多一個 A，OK，、okay? 咁你就可以去睇啦。最多一個 A 即係話，一係就一個 A， 一係就兩個 A， 一係就冇 A 啦，係咪？所以啦，我哋調翻轉講啦，我哋咪可以將個總數六七六零零零減咗冇兩個 A 嘅情況咯。因此啦，我哋要數啦。如果係兩個 A 嘅話，剩翻呢度就十十十噶啦。所以就係一千，因此啦 ，total number 咧就係六七六零零零減一千，就係六七五零零零啦。嚟多次啊！我哋要將係最多一個 A 嘅情況計出嚟，就將總數六七六三個零減冇 A 嘅情況，我就減兩個 A 嘅情況，將兩個 A 擺頭，剩翻每格咧都有十個嘅。數目字俾你揀啊嘛，所以就一千咯，所以六七六三個零減一千就六七五零零零啦。到 part C 有兩個九，咁我哋就睇啦，都係啦，廿六廿六，跟住啦，我哋就要做嘅就係話，我哋點樣去可以將兩個嘅九咧係擺到落去咁樣樣，咁你就睇啦，一係就九九一。一系就九九二，去到九九八嘅啫，系咪？去到九九八嘅啫，但系个九可以有调位噶嘛，变咗系，譬如一九九、二九九，一路去到八九九噶嘛，有数字可以摆中间噶嘛，九一九、九二九，去到九八九噶嘛，所以呢度咧就总共咧八八八，总共廿四个情况，因此就廿六乘廿六乘廿四。啊、我想漏咗個零啊，九啊 ，OK， 所以就係呢度廿七，廿六乘廿六乘廿七，一百二五二啦 ，OK， 我諗跟住呢條咧就係講咧就係有呢個嘅王氏家族咧有四個人，咁啊王氏家族同四個朋友咧就坐埋同一行咧就影相啦。咁就問下可以點樣排法 ？OK， 如果咧冇任何限制，咁就八嘅 factorial 啦，四零三二零啦 ，B 啦，全部都企埋一邊，咁即係話啦，將嗰四個人咧 ，W 一、W 二、W 三、W 四呢四個咧綁埋一齊，然後剩翻啦 ，X 一、X 二、X 三、X 四咧就撈亂坐啦，所以五嘅 factorial 先。其實王氏家族咧就可以撈亂噶嘛，就四嘅 factorial。好啦，但係留意咯，佢話而家 standing at one end 喎，即係話啦，佢唔會喺中間排隊噶啦，就會係點樣呢？一係頭，一係尾，咁所以四 factorial 咧就乘翻二。誒四五嘅 factorial 乘翻二 ，OK。計計先，等陣先啊，睇清楚先。哎，理解到啦。嗱，咁而家咧就係、是、要將王氏呢度排隊四嘅 factorial 先，然後呢四個人都會排隊噶嘛，咁咪成四嘅 factorial。重點就係王氏咧一係響曬左邊，或者響右邊，所以就咁樣乘二啦。OK， 咁樣乘二，即係話啦，一係咧就 W 一、W 二、W 三、W 四呢度自己佢哋四個排隊先。然後 X1、X2、X3、X4 他們四個自己都有排隊，所以有兩個四的 factorial。 但是為什麼乘二呢？因為他一是在左邊，一是在右邊嘛，所以計出來就1152了。 OK， Part C 全部王氏的人站在一起，所以是
五嘅 factorial 啦，即係當五件物件排隊啊嘛，乘翻四嘅 factorial， 咁咧就會計到咧就會係280啦。到 part D， 王氏嘅 family member 冇人企埋喺隔離，咁就話啦，排咗嗰四個 x 一、x 二、x 三、x 四先啦，排咗嗰四個人先啦，就四嘅 factorial 啦。又乘翻咧嗰五四個嘅 member 裏面咧有五個位俾佢揀啊嘛，就乘翻五 P 四，咁咧就會出到四嘅 factorial 乘五 P 四280，咁樣啦 ，OK。然後咧就到第十七條啦，咁喺一個嘅 graduation ceremony 裏面咧，就係、是、有十張凳，咁啊有兩行。咁咧就有四女六男，咁啊如果冇任何嘅限制要排咧，咁就十嘅 factorial 咯，就係三六二八八零零啦 ，part B 啦。咁咧有某個特定嘅嘉賓咧，佢要坐響最左手邊嘅第一行，即係咁樣，第一行最左手邊呢、這個冇咗啦。咁所以剩翻咧就有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九格咯。所以就是9的 factorial， 即是三六二八八零啦。到 C， 所有的女性咧都坐埋同一行。咁咧，我哋嘅做法咧就會係咁樣樣嘅。嗱，如果要全部女性坐埋同一行嘅話咧，你可以咁樣想象啦。OK， 就係我揀咗男仔先。男仔，譬如我就揀六個 B 一、B 二、B 三、B 四、B 五。咁就係六 P 五，六個男嘅揀咗五個坐第一行先。好啦，咁剩翻嘅後面嗰度就自然自己有五個喺度排隊噶啦，所以成五嘅 factorial。嗱咁呢個咧就係第一個情況，就係所有嘅女士響第二行。但係如果佢所有女士響第一行又點咧？乘二咯，因為對稱啊嘛，所以就將六 P 五。乘翻五嘅 factorial， 再乘翻二咁得噶啦，所以答案咧就係一七二八零零。OK， 到 D 啦，最多一位女士坐第一行。好啦，咁我哋可以點樣去考慮呢？好啦，咁 D 呢個點計咧？嗱，頭先咧呢一個情況咧就係講緊兩個嘅所有女仔坐同一行。OK。所以啦，所有嘅女仔響第一行咧，就係將呢個一七二八零零除翻二，因為對稱啊嘛，所以就係變咗做八六四零零先。好啦，跟住咧，我依家就想問啦 ，Only one girl in first row， 咁點樣考慮法咧？咁其實你可以咁樣咁，我四個裡面揀一個女仔出嚟。跟住剩翻嗰六個男仔裏面揀四個出嚟，然後做個排隊，前面排完咯喎，後面做咗個排隊，咁你就會計到咧四 C 一乘翻六 C 四，再乘翻五 fat， 再乘翻五 fat， 就八六四零零零，所以最多一個女仔響第一行咧就係八六四零零零加八六四零零，即係。950400啦，咁咧成個咧就做完啦。